纹身一起好帅哦。敵ユニットの傾向を解析。我都只敢吃生鱼片。解析完了です。哦，你看，都讲你讲这话题，害人家饿了。哎呀！哎呦！おやすみ、子猫ちゃんたち。なかなかの出来で。下次来台中，再请你们吃好吃的。好。哦，那天来吃美味的炸鱼薯条。终于可以品尝到美味的炸鱼薯条，我来拍照，好像还没传，是时候应该要传。哎呦，哎，这是狼哎！好恐怖哦！呜呜，他还在追，太快了！屁股抓鱼，好，哇，好像很厉害啊！不行，我要用强一点的招式。灵芝冲击，大雕鸟。これはどうかな？呀！今だ！暴烈猛攻。フィーバーと行こうか。承知してます。围殴虐待时间。霸凌他们。霸凌。还是。来。哦，他晕眩。那我就来个夜炎机。Oh nice！ 哦，干掉一只大鸟鸟，嘿嘿，赞！大家来看一下大鸟鸟，哔哔啵啵哔，大雕鸟对于三道上的新人虎视眈眈，哦，虎视眈眈，看到他应该路上也不会有行人。它的颜色好酷炫哦！对啊，很像魔戒里面会有的东西。哎、欸，你看它的背，感觉很硬。对啊，那个铠甲、嗯，哇，拿来做装备感觉就很棒。你要帮他换铠甲吗？没有，就是把它干掉之后。我靠，你好血腥哦！对呀、啊。欸还转圈圈，迈入，我居然 miss， 打扰大鸟鸟，跳舞猫头鹰，我也想要打鸟鸟，神雕哎、欸，哇，这个左摇右晃好可爱，以前也有类似的，对，很多，我觉得很多都有那种左摇右晃的。感觉看久了就很晕。哦，人家说是大鹏鸟。我刚刚看成大雕。この調子で行くとしよう。哎呀，我知道是大鹏。故意逗你们的。真的吗？真的啦。我会不知道呢，大鹏嘛，蓬莱仙岛嘛。蓬蓬西蓬蓬嘛，蓬蓬蓬蓬蓬蓬有一声，哇，好怀念哦！哎呀，你看我很会的，我知道啊，大鹏有一声一起过，你只有一个人，巧克力孤单一个过。巧克力一个人独自在洞穴中，强烈的宝箱，独自在开宝箱、哦、好多大鸟鸟 又要继续大鸟鸟，太多大鸟鸟了啦，超多哎、欸、他旁边那些好像那个海天使哦，行，我一定要开皮大吉了，我要直接开皮大吉，上把学姐龙魂猛击，哇，挺小的，
我是龙。学姐好帅。鸟算什么？我可是龙批呀。对呀，这样还剩下三只，太帅了！反击，麦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，不要过来！想要魔法，需要一个广大范围的疾风感。打死吧，应该打死。这样有一个命。No。哎呦，被咬了！你可以的，你这么强，那是不是对？是不是？还双兵刃，啊，打一只，好像好像。开心，被冻结了。哦，哎，这个补血好猛哦！我们的羁绊太强了。我被冻结那一瞬间，他帮我恢复过来，而且还补血，超扯！我强啊！天啊，好酷哦！太强啦，不愧是羁绊。羁绊系统太帅了，太给力了！追击！好，大娘娘都挂了。后面的打得到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就这两招。还可以封魔，是弓箭，没封到那魔。No， 不要再打了。一刀，连续猛攻。呀！是吧 ？Nice， 这样应该只剩一只了。哎呦，嗨，哦，啊。一直想要对付我们四个，哎呀，我们一个霸凌就可以了，对不对？没错，轻轻松松 ，I miss。我们是谁？我们是巧克力的队伍啊！完美队伍，都用霸凌的。好像说的我都爱霸凌，不会呢？巧克力就是霸凌主宰者啊！我又没有霸凌你，我又没有说你矮，然后每次都是把手放你的头上。嗯，都说了，你都说了。好，这样。升级了，哇，多一个魔法，不错不错。欸，这好高哦，伤害加到 70%， 厉害厉害厉害，班长就是不一样。よし、やったぞ。よし。いい感じね。やったね。うん、任せな。头晕晕的就先休息呗。对啊，如果有不舒服或是有想去休息或是要忙的，我可以先去弄哦。或是想要骂菱形的也可以直接骂哦。或是想要骂巧克力胖的也可以哦。No way！ 或者是想要被巧克力关爱的，尽量骂他，他会非常非常关爱你。我不会。你确定？你就不要 ban 他。那就是用 ban 的，不是用就是关爱，那就是关爱。所以冰也是关爱。对啊，都是啊，只要是巧克力亲手去做，都是关爱。可是冰人就一去不回了。你可以结冰。那不行不行不行。还不行哦，哇塞，这么难过，居然不行。那还用说？看看我要放上什么？哎，我看到了，要这样放。朱雀刃，然后这个再放上刚刚的破节之牙，哦，这个很厉害。而且我发现我这个真的时间爆发，我居然会这个魔法，欸，这魔法超强。那魔法就是使用之后直接行动两回。嗯，这么厉害不？应该要给其中一个人来的。只能放水，好过分哦！有没有什么伤害很高的水呢？好像没有增加伤害的。嗯。情报。激昂。情报好。
换一下，我们要时间爆发，使用时间爆发。对啊，危机的时候就可以用时间爆发，劳拉就可以一直行动，啪啪啪，啪啪啪。那招很厉害，那招你知道？那招简单来说就是一个超级做坏的魔法，一个 OP 魔法吗？因为我不知道闪二有没有改，因为我还没用过。闪一的时候，就是你施展的魔法，它不会要施展魔法的时间，就直接使用。所以你直接使用之后，就是行动两回合。那、你第二回合再使用一次那魔法，等于是又两回合。哦。所以只要你的 EP 是够的，就可以一直使用，一直使用。哦，真的很 OP。打不到他追我。哎。我以为他躲过了，被背后了。No， 背后突击！啊！不要！巧克力一个技术差，会痛痛，班长会痛。哦，没关系，我等下用必杀技。No！是我这一招吧？看我的烟雾弹，还要讲得很小声。看我的烟雾弹，快逃！撤退啦！快逃！对啊，撤退就会消失了，那太危急了，太恐怖了。我不能那样，我不行。哎呀，有时候就是要走为上策，以退为进。对。想不到我退了，哼，他们就惧怕我离开了。我觉得，既然知道撤退，就不要嚣张啊。撤退走了就可以嚣张一下。哦不，我觉得你还是不要好了，对你没有好处。有，他们已经没办法再找我了，所以 OK 的。来啊，出来啊，打架！有蜘蛛来了。我现在才看到有人问说。有没有人要问我要不要鞋垫、欸？其实我都有垫。垫什么？垫、啊、鞋垫哦，对啊，林星 always 都垫啊。对啊。你们看到他以为好像有一点矮，又好像没有矮到那么夸张，但其他都还是有垫。对啊。你看他已经觉得哇，这个人怎么那么矮？他其实还是有垫。你看他穿夹脚拖鞋也可以，然后觉得他这种矮的不行，没有，他还是有垫。每个人穿鞋都有垫，好不好？没有。有啦。没有的。我们都不垫的。林星当会长不行啊，会长没有那么矮啊。嗯哼。嗯哼。有林星那个穿很多的鞋垫就可以 cos 会长 cos 小飞，不然的话他们都比林星还要高、啊、是不用垫很多鞋垫啊，其实要啊，也可以用这种身高出啊，因为这样子对其他 coser 才比较好，我反而垫的话对其他 coser 没有好处。为什么、啊、如果要跟别人搭档，重点是要还原成原本的身高，因为我对啊，可是如果其他人没有跟里面的角色一样高的话，那他们就必须要垫啊。其他没有，你要想其他人是过高，可是如果对，就是他们没有办法，不是他们有些人又不高，但是他们有些角色又很高，所以他们就必须要就是配合啊，要那个大家身高差要合理啊。对啊，要合理啊，所以要跟要合理啊，所以我就可以不用垫啊。要跟原始角色身高尽量一样。不用，只要看起来那个身高差是合理的就行了。就是合理啊。不用。人家都会垫到原本的身高啊，你这个。哎呀，你不懂 cos 啦。你不懂啊。你才不懂啊！你有玩过吗？你只玩过那个 Elsa 而已，而且还笨的没有。那不是，我没有。有没有没有啦，好啦，对不起啦，我知道其实你想要我称赞你，没有，安静，那次扣子真的很好，龙皮之靴，我刚刚拿到一个好神秘的鞋子哦、喔，哇，赶快来看看，不要转移话题，不是这个龙皮之靴听起来就很厉害，不是我跟你讲，你那次扣子 Elsa 真的很漂亮，哇，龙皮之靴，哇，应该有人会穿到。扣 SP 我就不想了。